Awesome.这个你做是什么事啊？四星，我了，四星哦。啊，这个叫做双杠。双杠啊。双杠模样术。哦。双兔。你有没有在磨这个他的身上啊？要磨一磨一。还没。还没啊。这个要在一段时间。哦。一段时间就要磨。什么时候的他的月的长大了才可以磨？对对。在差不多五年了。差不多五年才可以磨。对。哦。现在磨这个皮啊，那个皮要比。皮比较那个老一点才可以磨，对，磨起来红红，越久越红。你磨的时候要不要呢？肥料啊，要加进去吗？要不要呢？加进去？那个肥料要啊。冬天才可以做还是呢秋天呢？啊，秋天才可以做还是那个春天还是那个？这个啊，夏天。磨皮啊，磨皮，太热不要，夏天不要，其他都可以。那个秋天可以。可以，秋天冬天都可以。你太热哦，刷下去哦，那个皮会流汗，流那个黏黏的汗。那个树珠啊，但是这样会死掉啊？不会死，不会死，就是会力量会消的啊，力量会消了。对，什么肥料？只有肥料啊？对，为什么有了很多的水啊？里面是肥料。哦。它这个分裂的，这个可以半年。哦。会分裂，会裂开，裂开，裂开，裂开。啊、空空的就没有肥料，空空都没有肥料，只有外面的而已。不是，空空，你如果灭下去没有水了，那一颗肥料就已经没有了。啊、它放在那里可以半年，六个月的。可以半年，留半年而已，六个月。哦，是这样。那在这里有卖吗？没有。你没有卖、啊？我没有卖。哦，在哪里可以买？我家里有啦。啊？我家里有啦。这个哦，这个肥料很贵。多少钱一包？一公斤，250。一公斤250。那个我可以带回去吗？可以的，在飞机上可以带回去吗？我们在越南没有这个，没有这个、哦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这个不知道哪里进口的，我有进口啊，这个进口的，进口，不是在这里制造、啊，不是，这个进口，哦，
台湾制造的不少，三个月就没有回料了。啊，这个是六个月的。哦，这个最长哦，有九个月的，有三个月的，有六个月的，有九个月的。我在家呢也种那个盆景，但是主要的属榕树，榕树，榕树，榕树。你知道吗？榕树业主大大对对对，业主大大的，很耐耐长啊，耐火，我知道，容易火，我知道，榕树。đây là ông chủ bán cây với bán hoa quả.哦，我们越南的也有啊，越南也有茶花，哦，茶花，你们在这里的好漂亮。很多种，很多种，你有没有种？有啊，这个是我种的啊。哎，你可以的，卖给我一盆吗？那你怎么带回去？可以啊。哎我，但是现在没有啊。哎，现在没有啊。现在还没有啊。那过年啊，过年才开了。我们过年，过年大概的一个两个月的，我们就走了。哦。啊。这个可以的，抱起来的带回去吗？不行，不行。可以带回去，要去检验那个细菌的、啊。哦，那个很麻烦的、啊。很麻烦的、啊，要通过那个船来转，还是那飞机转？不是，你要去检验没有菌了才可以带出去，那很麻烦的、啊。要不要那个税费啊？啊。税费啊，要不要缴纳税费啊？不是税的问题，他不让你过了。啊，只有那一个两个而已啊，怎么？他不让你过。啊，台湾可以出去，但是你们那边可以不可以出去？我不知道。啊，海关呐、啊，海关可以进去的，不知道是不是？对，海关会查。什么茶？翠米。翠米茶，对，哦，我们越南可能是有这种，但是我看不到。它整年都是翠绿的，对。啊，我这一棵这么大的，哎，你只这样一只，这样一只就要差不多1000块的。啊、哦，我那个这么大，那么贵啊？对，这个很难长大，很难长大。啊，这种是你们进口还是呢在这里是有？这个这里有，这里有啊。那个福建茶我也有卖掉的，福建茶我有一棵种40几年的，我看找不到，找不到。啊、福建茶，福建茶，连根的，哦、这棵卖掉了，这个40几年了，有果啊，有花有果，有花有果，哦，小小的，这个果可以吃吗？不行，不行，只有做叫观赏而已、啊，观赏，啊、那个果是红红的还是那绿色的？刚好是绿色的啊，后面会黄的，变成黄的啊。那个熟的时候呢，变红的，红色。啊，我看好像四字的果一样啊。我看好像那个红果一样，是果一样。一